出上乡。巴黎五福宫主委也是前新北市员郑赖立香带领嘉宾虔诚上香，感谢神明护佑，和敬平安。为了关怀弱势，巴黎五福宫响应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，连续第八年捐赠法会物资。这次捐赠的物资合计高达62万2千多元，由新北市社会局长李美珍代表受赠。今天特别代表侯友宜市长，要谢谢我们五福宫长期以来从106年开始就一直做好事，今年已经是第八年了。那不止对我们弱势家户的帮忙之外，我们的五福宫事实上对很多的救护救命也都有帮忙。五福宫主委郑赖立香指出，在财神爷的指示下，每年将两场法会的物资捐赠出来，希望将神明及信众的爱心传递到每个需要的角落。对于巴黎五福宫汇集信众爱心、长期投入公益的善举，新北市员陈佳琪给予高度肯定。巴黎五福宫每年有2次的物资捐赠哦，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社会局每年都来协助我们，已经8年了，让我们的这个物资能够分送到需要的家庭哦，然后需要的单位哦。巴黎五福宫长期以来哦，在地方哦就是做了爱心非常非常的多。那今天呢啊，特别利用关圣帝君的生日呢，再次的把这些物资发送给需要的人。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社会满满的爱。不仅捐赠物资，巴黎五福宫今年4月也捐赠救护车、AED 贴片及战术止血带等急救器材。郑赖立香表示，明年还会继续办理捐赠，希望提升消防救护量能，抢救更多宝贵生命。记者伦宏采访报道。